熔炉毁灭哦，熔心炉心熔毁，怎么可以那么难念啊？好，开始了，我来看看哈、哦。嗯，奇怪，我怎么感觉有点晃晃的？怎么回事？哦，开门了，摧毁邪角之巢，好哦。哇，这边都恶魔啊！哇，直接掉下去、欸，哇，不会死掉这样子啊？完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我应该会摔死。在哪里？哦，有一个狙击镜，微型火箭筒，按住武器改造之后，哇，欸，这个好酷哦！先学这个，不管了，给我拿来哦，我的东西。哇！哇，死给，好爽啊、哦！可是这边怎么感觉好黑啊、哦？算了。哇，很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哦呦，哎呦！室内。侦测到气体外流，这是什么？按一下。遭拒，因为气体外流的关系吗？哇，这根本没办法阻止，我靠近就被烧死啊！那么走哪里啊？走这里。哎呦，血肉模糊更恶心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回来了呢。这是我们回来的路，是这里。这里不能走。这个有。哇哇！恶魔直接把我们给杀光了。我靠，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看起来像绝命精神？绝命精神病院里面的那个头目之类的、啊？还是进不去，然后把他带着之后往这边走。哎、欸，这边有路可以走了。我怎么过去？重点，我被摔死。哎呀，加耶！哦，居然没事，屌！我死定了。跳高游戏，我上来了。行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我要他的手了。我懂了，瞬间明白了。好了，用这个人的手背就可以开启了。耶、yeah, ，有点耳烂，有点耳烂就是了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就是你，准备要大毁灭了，释放出来了。哇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哇哟！哎呦！有点黑啊，说实在的，不吃。哇，这只有点屌，没看过。怪物地狱毁灭者，新恶魔。轻轻敲一下头不见，还来啊？好。解决掉了，还有三个，削弱了25%。哇哇哇！哇，这只来了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哎呦呀，哎呦呀！这算中头目吗？扭头，扭爆你！这个怎么上去啊？想说这个地方可以跳到上面拿一些道具之类的，感觉不行。来吃我一发！武器升级啊！
没关系，练多一点，再一次给他升满。哦，撑得住，撑得住。撑得住，撑得住，哥可以啊。是刚过来的地方嘛？弹药低，要没弹药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哇哦！加什么？最大生命值。恰恰！哦，果然又是最大生命值。哎。我可以让你选择啦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可以选择、欸，护甲值好了，我一直以为它是随机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可以自己选啦、啊！哎呀，真的是抱歉抱歉了，到处都在迷路，哦，这里没来过，干吓我掉。哇，哎呦呀，这个可以。背后式，吉文居然没有背后式，我想说他可以来一个背后式，有没有？居然没办法，专心一致，新武器呀、啊！灵敏已解锁，斯巴拉西！哇！按 Q 便能启动武器选择，啊！哦，哦，哦，这个好多了，我喜欢这个，我爱它，我爱这个武器，灵敏值，这些升级能够改变你特定的行动速度，我还不申报，居然，我靠，自爆兵，来一波，来一波。会有激光啊？哪里来的激光？还有吗？在这哦！哇靠！要求要求要求！直接被我炸到死！那个地方实在太急迫了，哎、欸，蓝色的，水哦，现在我可以开更多地方了，原来在这里，哎、欸，绿色的呢，一直看到绿色的，哪里啊？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啊，欸对，我们都有那个电锯齁，我都忘记有电锯这种东西了，来锯一下好了。日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爽啊！不用怕子弹不够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哇！爆头哥，结束。一个加三，爽哥哥。好了，我们从这边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拿那个蓝色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已经开了。哎、欸，恶魔在那边，我看恶魔从那边走动、欸。哎，哇，直接冲过来了，浩克哥。小废物，解决你，轻轻松松。最后一个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在那里。我直接跳下去不就好了？可以直接跳下去吗？跳啊！居然没有摔死。
来吧，来吧，快死啦！好，结束了。启动冷却涡轮。好的，咱们来启动。但是我们要怎么回去？回去的路怎么走？这里，这里，就是这了。哇！完了，这一块不行了，我是不是要打 BOSS 之类的、啊？ Warning， 赶快启动，不然我们这边要爆了。以就绪，哇，超级晃动，哇，直接开干，二话不说，打爆他。打必打，我加，哇，没有了。啊靠！腰怎么突然掉下来？这是什么？来了，全部射在你身上。哦，狙了，还好啦。哎、哦欸，怎么在后面？吓我一跳。还有哪里？弄来八头，拔不起捏捏就八头，八头，大只啊！靠背那么多只啊！靠爆你！敲敲，居然没有死！还有吗？没了，看来结束了。准备启动了，我是不是要飞起来了？耶、yeah ，稳定了。附近有一间主控室启动了，哦，这间吗？注意哦，我们来升一下我们的护甲。我觉得防御很重要。看一下，嗯，啊，不够血，好，那算了。我以为能学说，哦，居然是你 ！Authorization, Olivia Pierce。是你。4-0-2。与恶魔共舞。完了，他在解锁。We got it.
Project Energy Tower. She is trying to tear open the portal. 他想打开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传送门。哇，要跟恶魔共存了。他感觉好像卓别林在演默剧的感觉。You could not have saved them anyway. 哇，反正你们也救不了他。哎呦，这么潇洒的离去了。啊，我现在不能动哎、欸，那我动一下啦。那我可以动了。恶魔出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啊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看不。The system won't allow anyone but Olivia to override it now. We will have to shut down. 我们必须从地表关闭亚金塔。啊，那边有一扇门，我看到了。我来了。Oh yeah！哇，爽 ！Non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哦 ，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啊。手机搜寻 Non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啊，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66444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给拜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。好啊，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啊，死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。哦，拜托了，关怀老头，好不好？老头弱势，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n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末日开端。我们要迎来末日开端了。正在利用高塔打通恶魔世界的门。我可以关闭高塔的感应过滤器，关闭亚金过滤器。好的，要怎么关闭？没讲怎么关闭啊？Untethered cross-dimensional activity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outside of the base, so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orkers study up when journeying. 打开气闸门，就是关闭吧？哦，这里打开。哇哦，这里怎么了？跳过去，跳不过去，这不知道怎么过啊？我们现在的任务首要条件。看一下，就是关闭过滤器三个嘛，啊，我们就针对这边先走好了。哇，哇，上面是恶魔吗？还可以往下跳。还好这边有绿灯指引，原亮色，原亮色。接下来跳过去，很可以。哎，哦，居然跳得过来，我还以为要往生了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！第一次看到这个符文试炼，在计时器结束之前，用散弹枪消灭15只。哦，可领取奖励，吸引力扩大可取的掉落范围。打啊！可是我不知道时间多久。击杀！击杀！哦，击杀会增加分数。所以说，哦，所以说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。哎，我要死了，真的会死，真的会死。他这个散弹枪给的是比较那种一般的散弹枪，没关系，过得了，过得了，行啊。再一支，结束啦！哇！那这是要装备吗？还是怎样？好了，我们获得了符文分页，可以用符文并装备，你也可以解释符文升级的进度，并解锁符文栏位。未装备的符文，哦，原来这边符文总共有这么多个、啊，
好多种哦，还有间敌必杀，哇！大家先装这个啊，吸更多，而且这个升级挑战吸收道具300个可以升级，哇！居然，那我就先装啦、啊，超酷的。原来这是符文挑战啊，哎，还蛮有趣的哎，有这个挑战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会更有乐趣啊，我觉得。然后恶魔来了。来呀、啊！我已经摩拳擦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林北摩拳擦掌啊，没看到半只恶魔。哎、欸，这里面有东西，上得去吗？不行，这看得到吃不到。算了，走这里。恶魔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恶心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恶魔魔法阵哦！哇！火箭筒啊，斯巴拉西，超爽的、欸、火箭筒哎、欸，妈可以射爆，干什么东西？不过好像只有5发而已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没了，好爽啊！毁灭战士都这样子吗？毁灭你，毁灭我，这样各种毁灭，都不见了。各种毁灭，干什么？再来啊！大字来了，哎呦喂，犀利，呼呼，舒爽。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你想去哪里？弹药低，没了吧？貌似解决掉了，哦，可以走这里。哎、欸，新装备，行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哇塞，你非要这样下面哦？嗯，唐啊呢？这什么？哦，弹药补给。他根本就是要我下去捡啊！哎、欸，按那个怎么不见了？我不知道往哪里走、欸，我就先走这里好了吧。你跑去哪啦？强化装备的。嗯？哦，跑到这边来了。我们来先来强化我们的火箭筒好了，锁定爆发，按住右键之后。可锁定目标，发射三枚火箭，买爆，好爽哦！按右键，好，这个必须要有那个敌人才行。好，这不能靠近，现在这边喷火，着火当中，有，很可以，直接发3发给你了，这边。清脆的声音，响彻云霄。哇，这边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拿一样，感觉啦。还是我会搓椅的。好，没东西，就是这个了吧？热能警告。We're only temporarily disabling the tower. You need to remove each lens individually. Carefully release the hinges. 直接把它踩坏了，听你讲那么多屁话。侦测感染源。Destroying the production of Argent energy. 没必要摧毁整个亚金能源的制造设备。抱歉啦，林北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我处理的方式哈，不好意思啊。就这里，你非驻守不可。地狱能源没了，过滤器就无法使用了。
你根本没办法想象你想摧毁的东西多么的宝贵，那可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完美能源。抱歉啊，我只知道什么叫做毁灭，啊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完美保留。我看不顺眼的东西，我通通都要毁掉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好帅啊！又一颗。Demonic breach detected。来吧！哦，我看到这个东西可以玩了，居然是加速。没戏啊！哦，会补个血线，这什么东西？喂，哦，会弹上来这样子，有趣。挂了，弹药耗尽。哦，我要死了 ！No， in， 完了，这个不好打。我加，死！我拿盾牌这真是不好对付哎。连续往后靠。死吧！啾！被他这样近战攻击，其实也是挺痛的，你知道吗？还蛮痛的，我觉得。我也别回我，拜！没了。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后面有什么、啊。我觉得这后面应该是连接那个连接至我们拿不到东西的那个地方。我就知道，这下密下载地图可以炸掉吗？炸不掉，这边没花刀，没得炸。哪里？走这里。哦，看到了，第三个。啊！终于啊！捡一下，还不给你捡爆？最后一个了。什么？地狱骑士新怪物？怎么回事啊？好、哦，我们已经破坏完毕了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哇哟，吓我一跳！新恶魔哎，死给！我靠，这怎么打、啊？会飞来飞去，这怎么打、啊？滚棘手哎！一下飞到我后面。非常棘手，冤灵！我靠！我靠！不好打，不好打！我的冲击波，还在哪里啊？一直飞，一直飞，很不烦。有了，掰啦！这边跟我飞来飞去干什么？恶魔召唤师，因为他会一直召唤恶魔啊。恶魔召唤师是你。结束。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恶魔召唤的印记吗？是这样子吗？
哪里鬼？花了十几年的研究，说服人类，我们以科学平衡地平衡地狱能源，让它可以安全。我们解决了全世界束手无策的能源危机，地狱能源拯救无数人。你不可以这么做。哦，这个是来自地狱的能源。啊，他不允许我把它给破坏掉。但是，抱歉，你找错人了。啊，破坏是我最擅长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来，3.8。呼呼，来吧。哦，又是你！我的，举报你！呀、子弹送满满啊！狙击，我呢？干什么东西？很会哦，哪里？喂喂喂！小废物，结束了！我靠我靠我靠！这边冲了一只，怕怕爆！靠药现在才吃到，也太慢了吧？为什么总是在我结束了之后，总在我结束之后才给我吃到这种东西呢？秒破坏。那么你只要摧毁这最后一个过滤器，啊，就会消失了，所有的心血都会打回原形。哇！真的要打回原形了！哇，已打回原形！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。Olivia is still alive. I've detected her life signature at the Argent Tower. 鬼报。She has removed one of the accumulators from the tower base. It has a unique energy signature. 独特的能源特征，我们可以追踪它。Well, that's it then. There's nothing else to be done. 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干嘛？杀死奥利维亚皮尔斯。我们要怎么杀死他？这里，来，有没有什么装备可以装备之类的？没有，看来是没有。